你们看，今天天色还可以吧？出来遛遛大娃二娃。我是泪花达老白，关注我，带你欣赏泪花达美丽的日落。泪花达也超级适合带娃的，养娃非常棒。我是泪花达老白，关注我，带你云游美国。看今天的晚霞。这个气温很舒服的，20几度。我们小区这个狗狗公园非常大，左边是大狗，几乎就是一个半足球场，两个足球场大概。我这边是小狗，小狗也是很大，狗圈也很重要的，娃一天比一天大的。你要问我泪花达是不是和居住，它是有几个比较适合居住的城市，以后我给大家分享。拉斯维加斯是一个可静可动的城市，但是大部分的城市啊，在美国啊，它不可，它要么可静，要么就只有可动，很少有坚固的。你像加州很多地方，你想晚上吃个宵夜也没有，反正过来也没玩的，只能待在家里面或者上班啊。说在美国，只要是好的区，都是养娃的天堂啊。鼓励网友们多出去走走看看，美国很大，不是只有加州和纽约。降落了。 Mayday Mayday， 活塞。湾流。所以拉斯维加斯这么多机场，这么多班次的私人飞机啊，大家觉得拉斯维加斯的经济怎么样？